城市的垃圾满了，天空的雾霾满了，监狱的房间满了，医院床位也满了，股票的涨停满了，高端的会所满了，移民的指标满了，精神病院也满了，可其他地方都没满，该满的地方都没满，可现在到底怎么办？那么辽阔的空虚怎么填满？阿里的店铺满了，波音的头灯满了，苹果的订单满了，万达影院也满了，可其他地方都没满，该满的地方都没满，可现在到底怎么办？那么无尽的饥渴怎么填满？一首满送给大家。娱乐的头条满了，繁复的消息满了，好声音名额满了，便宜目的也满了，可其他地方都没满，该满的地方都没满，可现在到底怎么办？这么多人的渴望，可其他地方都没满，该满的地方都没满，可现在到底怎么办？那么辽阔的空虚怎么填满？